十月放飞了思念，昨日期许的永远，穿越烟火飞旋通往的皓月，绚丽了你我初见。清晨到黄昏拱手的誓言，一次次微笑祈愿，当时光的图鉴珍存了感言，收复着梦的碎片。这个世界总会有为你而羁绊的我，陪伴中的深情就再没有了尽头，时空的樱花又牵起的温柔，让回忆自如漂流。这个世界总会有为你而羁绊的我，心像纵身跳入里一颗心的闪烁，感动还是惊叹散落在身后，爱就是最美时刻，感动还是惊叹散落在身后，爱就是最美时刻。张大人心胸如此宽广，本府真是钦佩不已。哪里哪里，这人非圣贤，孰能无错呀？再说了，你我同朝为官，你开封府真有什么困难，可以来求鄙人呐，我一定给你解决。本府如今还真是遇到一点难处，但是还是不麻烦张大人。哎，无妨，说出来，让大伙儿一起给参谋参谋。是是是是，参谋参谋。众所周知，黄河沿岸屡发决堤，百姓流离失所。皇上一月前命本府筹募灾银，我开封府上下已经捐出了一年的俸禄，可是距离赈灾银的总数还是相差甚远。张大人官居三司使，财源广进，家底雄厚，既然是一心为民，还想帮助我包拯，那么我想张大人捐出区区5000两应该没问题吧。诸位大人今天来的正好，既然是张大人为榜样，那么我想今天也应该一并捐出啊。本府会把各位大人的功劳一并禀报皇上，也在此替灾民多谢各位大人。张大人，请。你们张府可真大，这还有多远啊？就快了，这块是张大人的书房，过了这儿就到了。哎呀，够不快，没事吧？啊，肚子好疼啊，我要去茅房。喂，这是我家老爷书房，你不能进去。喂，哎，小哥，别着急，我在这儿跟你一起等。不行，我得跟他一块儿去。男女有别，人家去茅房。你跟着合适吗？可是，这是圣上御笔，你可要拿稳了啊！怎么样？真坏！哟，这不是展大人吗？您怎么在这里啊？展大人，这是我家老爷的义子张芬公子。哦，张公子，
展某受包大人所托，前来送圣上御笔作为贺礼，若是有打扰之处，还请张公子见谅。哎呦，不打扰不打扰，来者便是客啊。这些事情让下人去做。哎，咱俩喝两杯去，走。什么意思啊你？你看不起我是不是？展某还有公务在身，实在是不便。好。哎，你不是还有一个少爷，还有一位大人。哦，对了，说来失礼。方才展某同僚内急，借府上茅厕一用。哦，不碍事吧？不碍事，不碍事。哟，我也有点肚子疼。这样，这幅画啊，就我带去吧，不劳烦你展大人了。哎呦，皇上的御笔啊！张公子，没事吧？这个怎么回事？我的屁股，哎呦，哪个王八蛋撒的地？少爷，这可怎么办？这可是皇上的御笔亲书，这画要是坏了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少爷，怎么办？这还不是你办事不利啊！要不是你那什么，他能坏吗？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张公子，出来！张公子。其实这个画，其实这画啊，是被风吹到地上的，你们都看见了吧？是是是，被风吹的，风刮的，被风刮坏的，被风。哎，这不是开封府新进的女捕快吗？哎，我听说你被歹人给刺伤了，那人抓住没有？没有啊。不过张公子，你放心，这个人呢，我们一定会抓到的。展大人。要我说，此等恶贼要是抓住，一刀杀了便是。定人生死是大宋律法，展某只抓不杀。行了行了，既然你们都看到了，这画是风吹的，跟本公子无关，那我喝酒去了。改日再续。方才有什么收获？还是去晚了一步。没事，这么大一笔赃款想要运出京城，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不过这个张峰，我看不简单。我看到张峰的身形与青袍人相似，可试了一下，却发现他没有内力。说不定他是装的呢。你个包黑子，既然算计了我5000两银子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！义父息怒，今日的宴席邀请开封府来做什么？我是想趁机给他来个下马威，没成想他还真敢来赴宴。义父，虽然如今您的判决是无罪，但做事还是不要太过招摇的好。今日开封府是来查案的，您的书房之中有翻找过的痕迹。义父，您是不是最近操劳过度，有些累了？要不我这就安排人送您出城去，好好的休养几日啊。这想踢我出局？不敢，我只是传达指令。我替他做了那么多脏手的事情，现在要过河拆桥，哼哼，这买卖可不是这么做的。哼，难办，难办。要做点账要走吗？说什么呢？他可是我义父。
是。要杀，也得是借别人的手才行。你先帮我送个东西吧。客官，有人托我给您带了东西。他还让小的通报客官一声，阁下离开蜀中来到开封，总要尽一下地主之谊。多谢。哎，那小的先下去了。怎么办啊！一无所获。只要我们不放弃，就算他们隐藏的再好，我们也能找到证据的。哎呀，张府那么大，我走那么久都饿了。晚上给你买猪蹄吃。你真好。展大哥，谢谢你之前来救我。本来说好不拔剑的，都怪我。其实我根本没有怪你。小七，我以后再也不会骗你了。回来了，莫姑娘。你二师兄在你房间等你呢。哎，你们把尸体停我这儿干什么呀？抬五素间去啊！哦，是是，让我在这儿验呢。马大嫂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我没有名字呀，我叫秦薇薇。你们两个把家规忘得一干二净。一个偷偷下山做官，一个卷入朝廷纷争。我命你们即刻收拾东西跟我回蜀中，不得耽搁。啊。二哥，你这也太急了。我还想。想什么也没用。必须回去。二哥，你看我这身上的伤才刚好。哦，没好呢还。再说了，今天可是中秋节。我们再晚一天再走吧。哎，就一天。最起码跟开封府的人道个别再走啊。明日一早启程，不许再找借口。二哥，我真的不能当捕快了吗？有恶必除，量力而行，远离宫门。我知道你从小跟我说过这宫门是多么的险恶，可是宫门不像你说的那样，宫门里不只有坏人也有好人，不只有贪官也有好官啊。你看包大人，再看开封府的这些人都很好。你懂什么？哎呀，二哥，
好好说，好好说，好好说。我是没有你们懂得多，可是我现在长大了，我可以分辨是非。不然你就跟我说，你到底为什么那么痛恨宫门？师父因宫门而死，况且只有心不乱才能分辨是非，你心已经乱了。我没有，我只是舍不得这里，舍不得开封府的人罢了。是舍不得展昭吧？二哥你胡说。哎呀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只是舍不得大家而已。宫门不像你说的那样，我跟他们待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的。远离宫门皆是远离宫门的人士，包括儿女私情，若是谁想违背家规，除非我死了。二哥你太不讲理了。哎，哎呀呀呀，回来，二哥他你看这丫头，你别生气啊，你别生气，二哥，我们错了。这人小心点，怎么弄啊这？来，我教你。这个地方拿一下。哎，你小心手啊！把再拿个桌子架上啊。哦，没事，好嘞。哦，好，我来吧。什么时候可以小心？哎呀，你小心点，别弄破了。来，那我来换。好，来，给你，我这个换好了。下一个。这么热闹啊！王爷，都免礼免礼免礼，忙吧忙吧。王爷，包大人，这个小王啊，乃是替皇兄传个话。这个你们今日张府一行啊，他知道你们绝对非常的恼火，啊，皇兄叫你们不要往心里去，好生过节，他这一切自有定夺，一定会给你们个交代的。圣上日理万机，还派王爷前来安抚，真的是有心了。得理了，得理了。哎，包大人，重金堂纸，酥竹软磨，金吉如意，这个王爷，扎来花灯绝对庄重。王爷有心了，御书房偷的。哎，忙忙着忙着。好。哎，展慧。怎么一直没见莫捕快啊？他身体好些了吗？莫捕快已无大碍，倒是王爷伤筋动骨100天，您还是要多休息。我没事。哎，那看来我得到那丫头房间看看她去。哎，王爷，咱一会儿还得去参加宴会呢，急什么呀？白小姐，对不起啊，都怪我。我信誓旦旦的把你叫到京城来，还没有定张瑶佐的罪。这事儿不怨你，你不必为此愧疚。要怨，就怨这世道的不平。你也别太难过了，要注意自己的身体。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怎会轻易的化解？况且家父走后，我就如一团浮萍，再无依托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可是人还是要往前看的。你现在这么年轻，以后的路还很长，千万不要。这个你放心吧，我还要亲眼看着那个张瑶佐罪有应得的那天。那就好。莫姑娘
可是有心事。我明天就要回蜀中了。这么急？但是我还不知道怎么跟展大哥说，而且我担心我走了之后他们就把我忘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留个念想，以后看到了便会想起你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时间不等人，快去准备吧。嗯。进来。萧公子。白小姐。我想。有话直说便是。我想你教我杀人。杀张瑶佐吗？是。你想让我如何教你？这个，连刀都握不住，如何杀人？隐玉自知身子孱弱，萧公子不必出言讥讽。这匕首锋利，就算杀不了人，自我了断也是可以的。跟我来。明日之前，你若是能徒手将这水缸的水打满，我便教你用刀。如果做不到，以后就不要再提报仇之事。我会做到的。水井在后院。这丫头也不在屋里，奇了怪，这大过节的她会跑哪儿去呢？她不会又去巡街了吧？啊，这样，子叔，你赶紧回去啊，给我准备好今晚那个宫宴的蟒袍。我上街买点东西去。哎，不是王爷，你自己去，你不带我呀？丫头，哎呀，哎呀，六姐，你看，就是你刚刚吓我，我都化成这样了，你陪我。我，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嘛。但是说实话，这你有就是没有画画那一笔，他也怎么？挺丑的。哪儿丑了呀？我觉得还行啊。好端端的。画这个你有干嘛呀？送给展大哥。送他干嘛呀？我这不是马上要回蜀中了吗？送一点东西留个念想嘛。真决定要走了？嗯。在开封府当捕快不好吗？我二哥不会同意的。我这次下山就是为了救我五哥，现在我五哥已经救出来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那我找我皇兄去，让他下旨把你留在我府里。封你当大内侍卫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吃香喝辣。我不要当什么大内侍卫，我要当啊，我就要当女侠。到时候大家提起我名字的时候，都是大名鼎鼎的蜀中第七恶墨女侠，多威风呀！墨女侠，就你啊？怎么了？
虽然这段时间在开封府当捕快是有一些辛苦，但是我很开心啊。这个江湖不是我来管，但这条街，你看你看，这条街可是我来管的。丫头，你还真是第一次跟我说这些话，没想到你年龄不大，但是心思还挺细腻的嘛。那这样吧，我找你二哥理论理论去。哎呀，我二哥不讲理，只会杀人。那怎么办？哎呀，行了，你就别在这儿跟我聊这些了，赶紧回去吧，我还要送礼物呢。不过丫头，说真的，你那女友那么丑，肯定没人要。真的丑吗？可是这毕竟是我自己做的东西，展大哥应该不会嫌弃吧？他肯定嫌弃。不如你送给我。嗯，我肯定不会嫌弃。哼，六姐，还我吧。这已经是我的了。你还给我，我没说给你。哎，你们跑什么呀？我钱袋不见了，他们偷了我钱袋。这样，我找大内侍卫去，把他们给追回来。找什么大内侍卫呀？我就是捕快，我去追。你们等一下。哎，好巧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交出来吧，不然的话，你们可就要吃苦头了。嗯，这是怎么了？这周公子，牛哥哥，他们欺负我。谁欺负你们了？是你们先偷我们钱袋的。不是跟你们说过以后不许偷东西了吗？拿出来。今天中秋，我们大家都想买点好吃的。以后要是再偷东西，我就把你们都抓起来。嗯，知道了。这是给你们的。谢谢展昭哥哥。谢谢展昭哥哥。谢谢展昭哥哥。王爷，实在抱歉，这几个小孩都是孤儿，挺可怜的，我替他们给你赔个不是。嗨，没什么，本王哪是那种又小心眼又没爱心的人呢。小七，别生气了。我没生气，我觉得自己特别倒霉，钱袋也被偷了，现在这个泥偶也没做成。泥偶？什么泥偶？没什么，反正也坏了嘛。那怎么今天突然想要去做女友了？我明天要回蜀中了。你要走了？嗯，我想走之前送你一个礼物，留个念想，但是却笨手笨脚的，什么也没做好。我想起来，我还要去宫里赴个宴，我先走了。小七，你不用给我准备什么礼物。那样你把我忘了怎么办？你要是不介意，把这个给我吧。不行，这个我用了很久了，没有味道了。没事，我鼻子很灵的，浓郁的香味我闻不了，这种淡的刚好。走吧，包大人还等着咱们回去吃饭呢。啊。
讲事多了，是。哎，我跟你们不是给你们吹一个，你们讲，再喝点，再喝点，辛苦，来来来，别慢着，行为意识，够了够了，咱俩比如，比如，说来话长，改天，改天给你们讲啊。好，谢谢，喝喝喝，来来来，要不然你看，那个我还真是没办法。上次那事儿不算，不算，就是，你受伤了。哎，林亚可算回来了，就等你们俩了。快吃饭，包大人，他们俩回来了。来，快坐。哎，小七。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好，坐坐。小七，厨房交给我了。哎，今天是中秋佳节，我包拯敬大家一杯。谢包大人，谢谢包大人，谢谢包大人，谢谢包大人。开饭。好，开饭了，来来来，进去吃，到晚上。莫姑娘，继续。这个是展大人让我给你准备药，虽然不能根治你的病，但能很好的缓解。咱们一醉方休啊，必须的，不醉不归。来，都给倒上。多谢公孙大人，这个玉壶真好看。哦，这个玉壶就不是我为你准备的了。这个是展护卫精心为你挑选的。我事儿都不吃点东西。来来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多谢展大哥。走。一天累了吧？多吃点菜，正好休海料。展大人，今天中秋佳节，弟兄们难得聚在一起，你就陪我们喝一杯吧。啊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好，来喝，喝了。吃菜吃菜。来来，咱们一块儿喝一个。来换过几种色彩，邂逅的意外有意无意对白，想你剪成留白，不怕等待，若思念不再阻碍，如若和你牵手穿过人海，留别心意恍若世外，留恋忘返默默关怀，几把会松开，如若想象我爱的花已开，多长的人也有意外，别让心里的话更在倾诉，只剩的脑海一再一再。王爷，皇上皇后在宴会等您呢。啊，哦，喝了这么多酒，喝完这个能舒服一些。这醒酒汤真好喝。等到了蜀中之后就喝不到了。明日何时启程？卯时。好。展大哥，今日的花灯真好看，你可不可以再陪我看一次？走吧。阑珊月，星移楼悬，明眸蝶舞翩跹。
的笑盛开了夙愿，我眼帘雨绵绵，微风扬渲染心之间，愿那彼此彼生体贴来成全。娘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放孔明灯啊？不要着急，还没准备好呢，等你爹来了我们再放好不好？好。就算不夜天，千里路再远，咫尺间，岁月把故事讲述给秋叶，一如从前，深情融化胸口的茧，盛满甘愿。报警。我远远不解心田，落入风里缱绻，你的梦惊醒了流喜欢吗？喜欢，很喜欢。如果你爱着，就不要爱过，不离别。展大哥，我走了之后，你会想我吗？会。子楚，就打点酒去。是。就算不夜天，千里路再远，咫尺间，岁月把故事讲述给秋叶，一如从前，深情融化胸口的茧，盛满甘愿。子楚，子楚，王爷，怎么了？蜗牛掉下去了。什么？快快快，给我捞起来！快，来人，快点！来人，赶紧！喂喂喂，王爷的泥偶掉下去了，赶紧下去找！是是，快，快快！你给我下去！找，赶紧给我找！我的手。你找不回来，今天就别上来了。你们也是，快点，快点给我找。过来吃点东西吧。可是我水缸里的水还没有打完。你若是脱离晕倒，就不可能在天亮之前把水缸的水打满
没哭。我听到。萧晨也在开封。哎，是啊，那个李许是他弟弟，之前被我等诬陷才入了狱。义父，你说这个萧晨他不会是来跟你要什么说法的吧？此人绝对不能留在开封，让他消失。明白。去把那个萧瞎子给我找出来，告诉他我义父要杀他。是。我吃完了，我去继续打水了。既然已经来了，那就现身吧。讲述给秋叶。